大家打个招呼啊。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，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客家本色。好，现场的所有的们，如果 OK 的话，我们一起来打个拍子 ，OK 吗？可以吧？好吗？跟着我们的鼓声哦，掌声鼓励，拉比狗客家本色。练习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哦。那现场的小姐们，我觉得通常呢，啊，各位呢，哦，不妨呢，可以稍微短暂做一下休息啊。那么我们有相当多的食品及商品呢，在我们的这个内有我们的走道呢，都有相当多的地方可以来做购买哦。再次谢谢各位今天呢来莅临南比狗桃园队全员组。